有没有为老婆做过最贴心的事情？最贴心的事，赚的钱都给他，赚的钱都给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明星。目前最欣赏的女艺人是谁？我老婆。最近有没有对什么事物疯狂的着迷？疯狂的着迷，3C 用品、耳机、Sony 那样全罩式。有没有为老婆做过最贴心的事情？最贴心的是赚的钱都给他，赚的钱都给他。时尚最贴心，你可以接受老婆跟姐妹出国玩10天，还是接受她10天不洗头？可以接受她出国玩10天。那你可以接受她10天不洗头吗？基本上我是可以接受，但她自己本人没办法接受。愿意和下列哪一个男星拍床戏？蔡昌宪还是黄登辉？蔡昌宪好了。蔡昌宪还是谢承君？蔡昌宪。蔡昌宪跟赵俊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高比较矮啊。然后嘞？方信你太高，我觉得很麻烦吧。选项里面有几个很可口的，比如说谢承俊的身材跟赵俊雅。蔡昌宪身材也不错，他只是腿短了点。你真的可以接受？10天呢？10天可以啊，坐月子他就是超过了啊。